你如何定义自己？借由你的同伴、你的国家，还是你的阵营？要是你失去了这一切呢？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过世了，我独自离开家园，结果却遭人俘虏，囚禁了起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自己是要被送去卡林多的竞技场。瓦利拉，对上雷加。你们三个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不过你们马上就要成为竞技场斗士了，立刻开始训练，输了就会死。还真会鼓励人呢。才是归宿。我为生存而大然之怒，要懂得随机应变。雷加，我不想跟血精灵合作。那我们可以先打一场啊，老家伙。别以为我不敢，我是大自然之怒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要赶紧记上。我是大自然之怒，我是大自然之怒。进攻！我为生存而战。我是大自然之怒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。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要赶紧记上。超载完成，主恩被杀到。这个失忆的又是谁啊？我是谁？至少你还挺有本事的。进攻。我为生存而战，我是大自然之怒。生存而战，是大自然之怒。进攻！我就知道你们三个是完美的组合，强大、灵活、毫无保留。你们真正的战斗现在才要开始，还真是等不及呀！尽管我十分怀疑。但雷加的直觉是正确的，我们成了常胜队伍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。但是过没多久，我就被卖给了另一位竞技场训练师，我非常不开心，而且有点想念他们两个。尽管我不想承认，但我已经习惯了他们愚蠢的玩笑，而我也下定决心要重获自由。
瓦利拉对上黑尔卡。血精灵，让我见识一下你单打独斗的本事。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可是冠军啊。进攻！进攻！血的助力来！给他们来点小惊喜！进攻！另一才是归宿。战到最后一刻，这就是雷霆崖斗士的水准吗？废话少说，赶快动手。对我来说，这里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对手。那我们等着瞧。接招吧！进攻！给他们来点小惊喜。雷家大力推荐你，但就连我也没料到你这么有本事。出人意料，这就是我的本事。有新人来了。嗯，这都是路边捡到的。进攻！啊，还真刺激！我绝对要留下来继续当竞技场斗士。真的吗？假的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我重获自由后，就动身去找部落和洛哥许。我有预感，他们已经惹上了麻烦。结果事情比我想的还严重，有个来自暴风城的刺客在跟踪他们。既然他们两个完全在状况外，那就只好由我来收拾干净。瓦利拉，对上戴瑞安。很好，我的目标没有起疑啊，但是我有，所以你得先过我这关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简单来说，你的本事实在不怎么样。另一才是归宿。谁派你来杀洛哥许的？
你都是这样叫他的吗？天幕降临，不能让人知道我在这里。闲事会害死你自己。如果这样就能当刺客的话，也许我该考虑考虑。来看看这里有什么。命运才是归宿。好了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是谁派你来的？组织的成员。绝对不会泄露秘密，那随便你吧。结果，那个刺客的目标竟然是洛歌许，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暴风王国的国王瓦里安乌瑞恩。我们三人重逢，部落和我决定护送国王返乡，不过我们很快就遭到拦截。想要置瓦里安于死地的家伙派出了不止一位刺客，而下个刺客让我深深受创。瓦利拉，对上范戴琳。
你们的旅程到此为止。哎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些进展。你差不多也该习惯这种状况了吧？没想到还会遇见其他血精灵。术士，我跟你毫无瓜葛。自然之路，你当国王的时候到底干了什么？哪来这么多仇人呢？好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为了暴风王国的荣耀，我是大自然之怒。进攻！哈哈，叮当啦！进攻！至少我们又能并肩作战了。真怀念你们斗嘴的样子。闭嘴！我是大自然之怒。为了暴风王国的荣耀，我是大自然之怒。进攻！我是大自然之怒。我是大自然之怒。
为了暴风王国的荣耀，送你一个临别礼物，辛多雷，尝尝魔化的滋味。瓦里拉，他诅咒你，集中精神，努力抵抗。我在努力了。我费了好大的功夫，再加上部落调制的药物，我总算制服了体内的恶魔。回到暴风城之后，我们协助瓦里安夺回王位，进行他的外交工作。珍娜邀请他和部落首领到塞拉摩进行会谈，但我们旋即遭到埋伏。瓦利拉，对上是黛西亚，杀掉他们！瓦里安，小心！我们来这里跟部落对谈，但居然有其他的部落成员攻击我们，或许是巧合，是吗？又一次死亡。我守护着部落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！进攻，进攻。他们不是我的人，雇佣不死族刺客感觉像是联盟的诡计，我们该走了。很遗憾，珍娜，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安排。为了暴风王国的荣耀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拜托大家冷静，我们可以打败他，然后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没有用的，珍娜，部落背叛了我们的信任，为了暴风王国的荣耀，自相残杀吧。进攻！为了暴风王国的荣耀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我笨蛋，进攻！王国的荣耀，
进攻。为了暴风王国的荣耀，完工了。我的魔法会获胜。进攻。德摩尔女士，很遗憾这场会谈失败了。我们俘虏了一位攻击者，说不定他会知道什么。他可能只知道怎样让我生气。但是我很好奇，这位半兽人俘虏加罗娜，他的状况有点诡异，他似乎很矛盾，仿佛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。我一定得查个清楚。瓦利拉，对上加罗娜。你是我们的俘虏了，来好好谈谈吧。拜托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你真幸运，我对失忆症的人很有经验。不是这样吧？夜幕降临，我办不到，我办不到。模糊，我的回忆好像不是我自己的。哼，你的当没我的绿的了。魔杖，走魔杖！夜幕降临。Thank you.
哼，你等到没我的晕的了。好一个嘎奇呢！进攻。危险了！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你要相信我。那是魔法的关系，和我们合作，珍娜会帮你破除法术。有什么好东西？真是个烂主意！给我用跳的，滚出去！用跳的滚出去！进攻！有病就要吃药。召唤恶魔有一定风险，签约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我的魔法会获胜。回想好了，珍娜，该你上场了。
我尽力，不过这非常危险。我可以忍受的。目光之锤在安琪拉，他们派我来杀瓦里安。我的战斗经验告诉我，独自面对一整群发狂的目光之锤教徒绝非明智之举。幸好珍娜的朋友莫尔东风愿意提供协助，于是我们一同传送到那座诅咒的沙漠。瓦利拉，对上裘加利。慢着，我们的对手是那家伙。我以为他已经死了。邪恶退散，完工了。拜托，别提了吧。邪恶退散！快去图书馆找书。邪恶退散！你体内的恶魔又开始骚动了，变得越来越难控制了。进攻！只能这么做了，我要使用那个恶魔的力量。瓦利拉，不行！我解脱了。但你的力量还是比不过我们。真的吗？克苏恩是我的护盾。你的手下觉得你太弱了。我的魔法会守护这个世界。香港，给我出来！
真无聊的代志。公主将兵权。守护这个世界，教烈昏火。蜘蛛群不会灭亡。守护这个世界，你可不是我的老板。你的灵魂是教烈昏火，我的事结束。消失了。你可不是我的老板。邪恶退化。守护这个世界，教烈昏火。蜘蛛群不会灭亡。你听到呼唤了吗？仔细听。教练，你以为你已经消失了？
休假利了。好啦，恶魔，来吧，我才是更棒的宿主。你是提里斯法议会的成员，很好，我接受。莫尔，你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愿意接下这个重担。后来我接受瓦里安的邀请，定居暴风城，我总算有了个家。即使有些居民总是以恐惧的目光看着我，为了回报，我尽可能在暗处协助他。我唯一的错误是没有陪他踏上破碎海岸，而他就在那里丧失了性命。之后我更加小心翼翼看着安杜因，排除任何可能威胁他的敌人。瓦利拉，对上乔拉奇。拉文霍德领主，你找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你毕生最大的考验。你还能从黑暗中无声无息地出手吗？还是待在暴风城的日子已经让你破绽百出了？你的指责才是破绽百出。看来你并没有停止磨练，很好。夜幕降临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座庄园隐藏了什么秘密？非常好的问题，只要你能通过考验，我就会回答你。
功了。我在绝望的海上漂流。我在此邀请你加入无眠者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无什么？无眠者，我们杀王弑君，倾覆帝国，我们是撰写真实历史的无形之刃。于是我找到了我的归属，我的同伴，我的阵营，无影无踪，无名无姓，但却操控着所有人的命运。